好，马上接下来黄玉善请出列。你有没有最怕哪一位？大的都很强哎，都很强啊。你有没有觉得抽到哪一个一定是死定了？欧小姐，欧小姐是不是 ？Olivia 小姐，好，那就抽看看啦。玉善的手气，是欧小姐吗？是欧小姐吗？你只担心欧小姐是不是？不是欧小姐，是 K 小姐 ，Kimberly Chan。那他要演唱的是 Over the Rainbow。那请问你今天带来？Don't Know Why by Norah Jones。哦，不知为何一直没有来哈，所以这首歌这个也是好听，我们就当这个好歌欣赏啦。首先就欢迎 Kimberly 带来这首 Don't Know Why。多变的玉善对上了15岁的 Kimberly， 今天都选择挑战新曲风的两人，谁能获得评审的青睐呢？接下来是玉善带来的 Over the Rainbow。